谢谢你们。了解了，谢谢大家生日眼镜，谢谢，谢谢橘子的闪耀星辰，谢谢，哈哈，没有闭眼，对。我做什么的？我做主播的。欢迎大家，有点卡哦，有点卡。我大概再播半个小时我就下播了，我也要去庆祝我的生日了。没有人在房间，他们在等我，他们在等我，他们已经在等我了。我说我零点要跟你们一起过。这个店铺吗？我不知道，但你可以截图去搜。我觉得它跟我的戒指颜色是一样的，松石绿的一个罩衫。对，我39岁啦，今天好卡，是的，今天有点卡，因为在外面播，尤其是在国外播，在国外播很卡，尤其大家一送特效更卡了，看着。谢谢小初的许愿灯，谢谢，给大家一送礼物好像更卡了。生日快乐，好呀，谢谢你们。没有买生日蛋糕哎，因为我不吃蛋糕，我不吃蛋糕。好看的照片，我应该会拍视频吧，但是我也最近不喜欢拍照片，就给你们分享一下啦，给你们共同度过一下零点的时刻。但是我们之间差了一个小时哎，整整。谢谢谢谢你们的祝福。衣服是哪一款？这个吗？外面的是，哪个店铺的我忘了，反正是一个毛衣的上衣，就是一个针织罩衫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一起过生日好不好？18岁，我39啦，我今年39啦。前天吃的小蛋糕是一个，那个。三哥过生日啊，顺便给自己放松放松，因为最近一直在每天都在工作嘛，每天都在家里工作，都没出去来一趟。天天开心，好的，什么时候发新视频？看情况吧。本来想这两天播的，这两天打算拍一个新的视频，但是不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样子的。今天淡妆，对，什么星座？我吗？我双鱼座，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啊？就是啊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。啊，我直播我都忘了零点发朋友圈了，完了，我都忘记每年，我今年都忘了，都没空发那个零点的朋友圈了。我戒糖，但是我不健身。给你一个星座，谢谢，欢迎大家。
我还播我一点半下播，就是我这边时间一点半下播，大概是你们那边的12点半下播，好吗？下巴没有灯，这是我下面的一个放歌的设备，在我下面放着，不是下巴灯哈。我属什么的？我应该属老鼠的吧，因为我作息都不好，我作息都是晚上出没，应该是老鼠人。谢戈登，谢谢长长的图片当屏保，长长的屏是什么？今天很卡吗？哎，但是为什么我这边还好？我这边看着还好哎。拍个日常 vlog， 谢谢袁翔。衣服我没有链接，只能靠你们截图去搜了。但是它的颜色是跟我的戒指一样的松石绿。啊，是跟这个戒指颜色一样的松石绿。对，我在韩国，欢迎大家。为什么时间不一样？因为我们之间隔了，我们之间有个时差。啊，我们不在一个时区啊，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小时。我这边不卡，我这边还好的。我到底多少岁？我说实话是00后，但是我还从来没说过自己到底多少岁呢。想看日常，那边冷吗？我这边还好，我这边外套穿一个那种皮草就好了。而且白天的话我觉得可以穿裙子，可以穿没事。这有点卡卡的，真的吗？可是哎，我这边还好，我这边好像卡顿还好。 IP 怎么在上海？因为我在上海坐的飞机啊，我在上海，我坐的航班是上海起飞的。他可能明天 IP 就会更新了，很正常哈。因为今天在外面，它这个灯光效果有点糊，就没那么亮堂，没那么亮堂，而且它这个是慢反射，就是发散的那种光线。对呀，算出来玩吧。我好不容易生日哎，一年一次出来玩玩，没有在韩国上大学，就出来玩玩，犒劳一下自己。我不是浙江人，我是湖北人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帮我点点关注啊。衣服截不到图，衣服是这样的一个毛衣，能看到吗？这样的一个毛衣。谁把我的眼睛蒙住了？衣服是这样的毛衣，然后里面穿的是一个吊带长裙。趁年轻都看外面的世界。做什么工作的？做主播的呀。谢谢止水的星夜流光，谢谢。谢小初的云中秘境。小初你别送，天哪，我不想老婆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小初别送了。我在外面所以灯光有点糊，小初不要送了，我就是单纯的跟大家度过一下生日，度过一下生日，我就马上就下播了。不想你们刷太多，不要刷了，不要刷。孔是菲利菲拉的14号色，我162，86斤，感觉生日就是不一样，而且在外面的感觉就很好，在家里老感觉就是工作的感觉，能懂吗？出来就不一样了，出来就觉得哇，在放松，在玩，可以一起玩。哎，该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工作的。谢谢小辉的精灵画龙，谢谢。主播男的女的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听不懂，什么男的女的？我看起来像男的吗？你好搞笑啊！作品都隐藏好了，我有两个作品啊，
我是湖北人。被人发现了，肉眼可见的开心。Money around you，欢迎大家。我有 ins，但是我不分享，那个是我的私人账号。